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颖，带你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由北关处所举办的2014北海岸听海音乐节潜水湾之夜在上周六盛大开场，为的就是要营造出一股年轻摇滚的气氛。而这次所演出的阵容邀请到了音乐斗士洪新志以及原住民王子苏米恩单纲压轴，让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点。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看着台上精彩的歌唱演出，台下每一位观众都陶醉在浪漫的音乐当中。在上周六由北关处举办的2014北海岸音乐节潜水湾之夜，在人气歌手的带动之下热闹的开场。北关处表示，这一次举办音乐节在八月共有四个场次，其中在三支潜水湾就有三场，就是要让来到北海岸的民众有一个能够远离都市、享受美丽的海岸风景以及热闹的音乐魅力。那会办在潜水湾这个地方呢，是它非常非常棒的草皮，所以我们是办草皮音乐会。第二个呢，它这边是北海岸看夕阳最棒的地方。那看夕阳呢，一片又是海，然后又可以玩水，又看夕阳，然后晚上的星空呢，配合草地音乐会，那个感觉是跟国外一模一样，比国外更舒服的音乐会。这次所演出的阵容邀请到了音乐斗士洪新志以及原住民王子苏米恩担任压轴，让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点。北关处表示，包括这一次在内，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举办了北海岸音乐节。之所以会选在潜水湾，除了这里的夕阳景色美不胜收之外，还有一旁的咖啡街也充满了青春气息，让不管是从哪边来的游客都相当开心。很好，很舒服。觉得唱歌好听吗？嗯，不错这样。对，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喜欢，很喜欢的。今天大家可以在潜水湾这么好的地方一起来聆听我们这些精彩音乐节，真的就路过啊。然后有没有走到我们的潜水湾滨海步道？家人哦，去走一下，全家一起来听音乐。而且每个店家提供的咖啡啊，每个夏天都点点，那当然希望啦。民众在草地上席地而坐，而这一次主办单位把椅子座位撤掉，让大家坐在潜水湾的草地上，享受悠闲的夏日音乐响宴。让不管是特地来到这里玩水，还是享受美景的游客，在摇滚与抒情的歌声当中，有一个难忘的夏日夜晚。记者许端颖三支采访报道。观光局北关处历经了三年的时间办理潜水湾南侧商圈滨海步道规划设计，在上周六也举办了启用仪式。能够完成这条长达500多公尺的步道，其中店家自发性的拆除原本占有国有地的违建，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而这一项建设不仅是让店家有前后的双店面效果，也让海岸的风景更加的美观，而这也是地方与政府一同共创双赢的最佳典范。在北关处与立委吴玉生的共同见证之下，敲下铜锣，声音响亮，也代表着这一条长达500多公尺的三支潜水湾步道正式的启用。观光局北关处历经三年的时间办理潜水湾南侧商圈滨海步道的规划设计，经过与在地居民进行大大小小的沟通协调，终于在今年七月顺利完工。而北关处也在8月9号举办启用仪式。这个步道完全是我们商家地方自主性的，自己拆违建，拆完以后我们在暑假之前把它开通，所以我们今天很慎重的跟商家一起办所谓的步道的启动典礼。很努力了三年四年到第五年，终于有个成果出来。所以钱虽然不多，可是550公尺的南侧的步道能够衔接北侧步道，把整个三支的整体的海岸线休闲步道把它衔接起来。在立委争取经费之下，总共花了将近6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条步道，让游客可以从潜水湾北侧一路走到咖啡街店家后方的海岸。此外，能够完成步道，其中店家自发性的拆除原本占用国有地的违建，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而店家说，能够整合打造更好的环境，让人潮走进来，对他们而言利多于弊。这边这一条步道跟会不会比外面那边的人还要多？从这边进来的那个客人会不会比较多？这边比较多，这边比较多。对，像现在假日这边比较多，这边比较多人从这边进来。对对，就进来是前面也有，目前是前面也有，后面是有陆陆续续有增加，刚开始是没有，最近是有了有。结果啊，这个我们这个陈处长啊，非常有魄力，还有用心啊，才能够今天呢能够这个步道如期完成呢。
啊，完成过后啊，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北海岸呢、啊，这浅水湾这个观光啊，非常有帮助啦。那当然，对我们后厝地区，尤其是我们咖啡街这一带，我们的观光以及景观啊、休闲这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在启用典礼当天，以彩街嘉年华的活动为步道启用揭幕，有欢乐有趣的游行队伍，加上 LED 灯的环境布置，让步道增添海湾的独特活力。而在这一条步道完成之后，不仅是让店家有前后双店面的效果，也让海岸风景更加的美观，而这也是地方与政府一个共同双赢的最佳典范。记者许端义三支采访报道。在淡水外环道与甘蒸二街这个地方，居民都非常希望增设一个机车便道，以利当地居民通行。不过争取了许久都没有进度，最近在议员服务处的协调之下，公路总局愿意提供土地让新北市来施工，最快在年底前就可以施工。李登辉大道是淡水通往北海岸的重要道路，车流量是很惊人。来到这个路段，可以发现是整段高架，跟周边的社区完全没有道路相通。因此，住在甘蒸二街内的民众，如果想要使用登辉大道，往往都要绕远路，相当不方便。因此，地方多年来都希望可以增设一条往台北方向的机车引道，让他们可以不用再以道路而行。如果说我们从三芝这个方向回来的话，我们必须绕到平顶路，或者是淡金路77巷。然后再绕经中正东路，这样子绕回我们的家非常的不方便。相对的，如果说我们要出门要到淡金路的话，还是要绕中正东路绕平顶路然后或者是呢转那个淡金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往三芝的方向，在对侧加油站旁有一条小小的便道，可以让民众骑机车通行。但是往台北方向，碍于土地问题，争取多年始终没有进度。而为了协助居民解决问题，蔡锦贤议员也亲自主持会刊，希望帮居民争取一条方便的道路。为这，我哋就甲迄条啊，免上少落架。你无你为这爬位啊，还佫十外分钟有爬到转来，所以几分钟差十几分钟啊，差太济。那么了时间，佫了余钱，所以今日也叫伊请有关单位来看。那么希望讲赶紧来设计，赶紧来做些引导，予咱带来予咱的遮关心里啊，所有的这个里面啊，带来方便，时间的减少足济啊。由于甘蒸二街内居民人数逐年上升，地方有强烈需求，经过多次会勘，公路总局也终于答应提供路旁的绿地，而公路局也承诺后来提供经费，并且进行设计，最快在10月底之前就可以开始动工。各请各位淡水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200Mbps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六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看电影就是要过瘾。Hello, hello。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每月超过300部电影，一天24小时，绝无广告。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详情请上 HBOAsia.com 或洽府上有线电视业者。快播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 Home Play， 让你多赢分享不设限，行动装置看得到的线上影音可以放到电视看，第四台节目也可以分享到手机或平板。现在办光纤上网 Home Play 免费，快播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
每周六日天天精彩，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哦。老板，把你最好的茶叶拿出来。喏，这些都是我们这上好的茶叶。为了要将万里蟹这项在地的渔业永续经营，新北市政府也积极的进行万里蟹的资源保育，而对此渔业处更制作了万里蟹的保育海报以及比例尺贴，在各大渔港的海产店家进行张贴。而对于这项的措施，大部分的海产店都普遍可以接受。新北市政府近年来行销万里蟹相当成功，也引发许多饕客吃蟹的热潮。不过除了推动万里蟹的产业以及推广品牌之外，为了要将这项在地的渔业永续经营，市府也积极的进行万里蟹的资源保育动作，因此渔业处也制作了万里蟹保育海报以及比例尺贴，在各大渔港的海产店家进行张贴，并且向店家宣导小于8公分以下的螃蟹禁止捕捉。那它这个就是实际的大小，那实际大家只要比这个小的话，就是不得，应该不得捕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不管是刚刚讲的那个爆软，或是不得过小的这个螃蟹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会在那个渔船的这边做个宣导。那这个爆软母蟹，它的主要的这个期间就是在8月到11月，所以我们这个禁制的这个事项，其实就是从8月15号开始，一直到8月16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都是禁止捕捞的这个部分，让它这段期间这个蟹类它能够那个来生产。渔业署从今年4月开始实施严禁海渔船捕捞巡蟹类渔获管制措施，在花蟹与三点蟹的部分小于8公分禁止捕捞，实巡则是在6公分以下禁捕。此外，在万里蟹的繁殖期规定，从8月16号到11月15号禁止抓有产卵的母蟹。而对于这项措施，大部分的海产店都普遍可以接受。我是觉得说，在渔船上面，他们自己要就像那个外国一样，就是那种龙虾，对，不能太小只的就要把它删掉了，是要这样子。其实早就要这样子了。当然了，因为如果过小的话，上来它真的会越来越没有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对啊，就是都有做筛选，因为过小本来就是不怎么的，也不好啊。运用手绘风格的海报图案，表现出不可捕捞的螃蟹样式大小，就是希望不只是渔民与餐厅店家能够熟记，更希望消费者也能够辨识清楚。当然是经大只，愈大只愈好料啊。安怎讲？啊，大只靠肉嘛，啊，细只拢壳，有无？是啊，民众说，对于挑螃蟹，当然是挑越大只的越好，这样子才比较多肉。而对于这样子的制度实行，市府渔业处也希望在行销与支持吃万里蟹的同时，也要保育螃蟹的生态，才能够让渔业资源有休养以及成长的空间，并且永续的经营下去。记者许端义，万里采访报道。淡水的樱花大道，里长从3年前开始种植金针花，但是没想到总是被登山健行的民众采收一空。但在经过里长1-2年的宣导之后，以及巡守队平日的认真巡逻，今年的花况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阳光下，金黄色的花朵在路边摇曳生姿。这里是淡水的护卫樱花大道，也是每年农历年前后淡水最热闹的景点。虽然持续进入夏天，没有粉嫩的樱花可以欣赏，但一整排樱花树下的金针花开得却一点也不逊色。里长表示，这些金针花已经种了3年，今年开得特别漂亮，原因是因为巡守队护花有功。巡逻队叫人讲慢慢，那呢这是被观赏用的吼，劝导大家路过的不要再随便采摘这样子。对啊，因为种得要死了，对不对？他们来一采就采空了啊，这样啊，很可惜啊，真的。里长表示，种了3年，每年一到花期就会有登山的民众边走边采，每年的花季都被提早收割了。好在巡守队持续努力宣导，以及居民的守望相助，今年终于看见了成效，花况好到让居民都觉得很骄傲。今年的成果较好，因为吼，每一年拢有经过居民啊，甲巡守队吼，甲迄个水源派出所加强的巡逻点吼劝导，吼啊，因今年有成效诶，安那因为大家较。太爱护金针花，因为这个金针花是做了大家观赏的用的，其实不是讲要个人私人在那个使用的。我呼，点么呼吁哦，大家哦，医药店哦，
爱护金针花，敢那爱护家己厝的花园啊。谢谢。李正表示，这些金针花属于公务，民众如果任意攀折，需有相关刑责的。李办公室不但派出了巡守队，也请派出所要加强巡逻，也呼吁民众一起来保护这得来不易的景观，将好花框留给更多人欣赏。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每当淡水有重要的宗教绕境活动的时候，在队伍的最前面总是可以看到一位全身红衣的波贝亚，他是75岁的赖冰雄，但是最近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的家人也希望像这样子的民俗表演能够向新北市文化局来申请认证，好好的记录保存下来。在淡水，每当有热闹的绕境活动，队伍里总是可以看到他一马当先的身影。30年来，这一身扮相已经变成了淡水人对于祭典的共同回忆。这位波贝亚就是75岁的赖冰雄老先生。波贝亚生癌30年，除了淡水各大重要庆典之外，就连台北市大道城、北投、士林的绕境活动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定的，哦，比如说北投的，哦，然后那个台大稻埔、大稻埕迄啰保安庙的，哦，啊，板桥的，哎，哦，这啊。因为之前陈孟嘉，孟嘉嘛捌叫伊去过，但是因为伤硬啊，到后壁就放弃。儿子赖明辉表示，近年来父亲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心脏病加上重听，讲话也不是很清楚。但秉持着一颗虔诚的心，只要还能走，每年绕境活动他一定会亲自参与。目前也是北台湾最资深的波贝亚，因此也希望向文化局来申请相关认证，希望把这样的民俗记忆可以好好的记录并保存下来。我才想说。趁着我父亲现在他还能说，虽然说他不能听，他还能说，那我还有能力在这样的相辅相成之下，如果有医院的人，哦，然后又有力的人士能愿意协助的话，然后让我们来把这个记忆给传出去。赖明辉表示，台湾对波贝亚的研究不多，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南部庙宇所做的研究记录，但北部的波贝亚跟南部略有不同。目前虽然有心申请认证，但手边资料却不足，因此希望有相关照片、影像记录的人可以跟他联络。是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胜利！台湾大宽屏200Mbps上网，只要999。台湾大宽屏200Mbps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六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サチクタイドセグナウンタンティパウンボジョスバレシンสวัสดีค่ะ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สมัครเข้าร่วมเป็น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นะคะท่านยายับดงูตึงเวียงวิ่งกูทูเบง Come on and be a volunteer 不管你来自哪里，欢迎加入新北图书馆志工。让我看到真正的台湾，其实是很自由的，它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它其实也反映导演本人啦。透过你的镜头，透过你的记录的话，你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事情。经过我们的一个解读，我们自己的诠释，甚至是自身的经验，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说得有趣，说得被人家接受，
对当下的社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看纪录片的感动是来自于你真的理解了对方那些事情，那些感受，它本来就在我心里面，只是我忽视它。都要用最真诚、最真实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作品。感动只是它被外显出来的长相跟样貌而已，在那感动背后试图的那个改变的力量，纪录片可以让这些改变发生。感动无所不在。新北市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慧琪。这一周的天气受到西南水汽的影响，水汽变多了，午后降雨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于新北市来说，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普遍，而且云量也会增多。虽然这一周有阴仙座流星雨可以看，但是恐怕天气上来说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刚好也碰到月上不好的时候，所以恐怕不太适合看星星了。星期四以前的天气整体上而言算是比较不稳定的，整体而言水汽都是还蛮多的，午后降雨频繁，所以星期四之前还是建议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出门。星期五之后就要看高气压到底会不会牺牲到台湾这边，带来比较稳定的天气了。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西南气流已经对台湾带来很多水汽，云一直不断的长出来，整体上而言天气是不太稳定的。一波波的对流云已经为台湾的南部带来可观性的降雨了，台湾南部的雨还会持续的下，但是新北市的天气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形式为主了。星期四之前的天气呢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以午后降雨的形式为主，由于西南气流带来的水汽更多了，午后对流就更容易发展起来。星期五之后就要看太平洋高压到底会不会牺牲到台湾这边，为台湾带来比较稳定的天气了。这三天降雨的部分的话，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雷雨为主，主要还是要小心，不仅仅是山区的部分，平地的部分也会有午后的雷雨发生，尤其是水汽更多了，所以雷雨上来说就会更加的普遍了，所以建议您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从一周的天气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星期三之前天气都是蛮一样的，都是以午后降雨的形式为主，而星期四之后就要看到底高气压会不会牺牲到台湾这边，带来比较稳定的天气了。温度部分都可以来到35度左右，低温的部分大约都可以来到27、28度左右。而今天新北市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地方叫做平林清水公园，刚好就位于在行经北宜公路的时候就一定会经过的平林地区，不仅仅是有茶叶博物馆，也是有平林清水公园。这个地方刚好原本就是河滨公园，经过整治之后风景变得更漂亮了，不仅仅是有吊桥，还可以赏鱼，建议您 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步道走走，享受一下自然的生态景观，不一定要去宜兰，也可以到平林走走。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北市气象。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颖，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
数位电视的加值服务超级录影机，只要电视播的都能录，操作相当简单，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在电视的左上角就会出现一颗红点，表示已经在录影，也能利用电子节目表选取想要录影的节目，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两台。有了超级录影机，暂停、重播、快转，只要一指按下，轻松掌握每一瞬间，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镜头哦。深装超级录影机服务，免费提供500G 超大硬碟随你录。障碍住宅就是为了使行动不便的身障者或是生活不便的高龄者能有一个友善、便利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及居住空间。第一，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第二，要有宽敞的空间；第三，是设施无碍等三大要素才行。内政部一直致力于打造无障碍住宅，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照顾每个家庭，带给每个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快拨0809-000-258。